萤火虫发光的这个模式哈，荧光模式，非常的奇妙，对不对？你这个知道吗？我们人类也在运用它这个发光的这个荧光酵素啊。我们在欧美国家，他们也运用这个发光，运用在哪里吗？知道吗？运用这个发光模式，他们去研究。